漳州人讲猪肉，猪肉、猪肉是漳州人，脚猪、脚猪无同，读书、读册无同，安尼了解无？泉州跟漳州无同，台北芝山岩跟内湖的碧山岩都供奉开漳圣王陈元光，开漳圣王，哦，啊，泉州人供奉是保生大帝、观音，还有妈祖，哦，清朝的水神是妈祖，明朝的水神是玄天上帝。哦，所以全台湾的神明都来自于全福建那边，各家人供奉是三山国王，哦，广东潮州那一带杰西，哦，那个金山、明山、独山三座山的山神统称三山国王，哦，在新庄那边有个广福宫，哦，那这边有个广福宫，桃竹庙有很多的客家人，哦，最早客家人是在六堆高屏地方，哦，六堆，哦，大概让你们知道，就是美浓出油纸伞跟板条，万峦出猪脚，好，哦，就知道了哈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元宵节要到了，北天灯、南风炮，东部的什么？邯郸爷叫做开灶公明财神爷，哦，好，哦，这样子了解哈。啊，宜兰是你们台北人的后花园嘛，啊，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或什么？宜兰早期是吴沙开垦，漳州人开垦，哦，所以那边叫做什么？宜兰叫蛤蟆兰，哦，格马兰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铁路我们在民国100年把它恢复起来，只有在我们这社区就是康兰，康兰是一颗。